升级论证。Hello， 大家好啊！今个礼拜咧，我就想讲一讲只汇丰啦。咁大家知呢排个汇丰嘅股价咧走势非常之强劲啦。咁今个礼拜已经突破咗50蚊个阻力位啦。咁其实50蚊嘅阻力一路都系上年嘅五月下旬左右一个50.5嘅阻力啦。咁而家目前咧喺52蚊去到60蚊之间咧，其实汇丰咧喺技术图方面咧就阻力就一啲都唔大嘅。咁对上个阻力可能真系要去到前年嘅3月份啦。咁汇丰而家点解汇丰走势咁强呢？因为汇丰都受惠于环球个债息上升啦，特别系美国10年期期债嘅债息啦，咁已经去到接近 1.8 左右啦。咁呢一啲咧环球加息潮对于银行股嚟讲咧非常之有利。咁我觉得如果现价睇汇丰嘅话，可以睇即系 call 轮嘅话就21001啦。咁今年8月底到期嘅，咁行使价大约55.93啦。汇丰嘅轮咧有个优势就系人生波比较低啲。咁我就今个星期就带嚟一只汇丰嘅 call 轮21001。